公开老师来，那婷婷老师，那个你是带小孩去哪里玩？开车，开车环岛，玩了55天。哎呦，安妮哦，那你开什么车？我开几台？这一台，Caddy， 福斯 Caddy， 福斯 Caddy， 好。啊，后来就是这一次环岛，就好死不死都有那个车祸。嗯哼，因为我们去台东，我们很开心，玩好之后。然后孩子也很开心，在后面叫，然后在那边玩呐、啊。然后我就开车，那个台东的路刚好那一条路很大，对，其实可以当作四线道，但是它只开两线道啊，没有红绿灯，我是主干道啊，他们在后面叫我在前面开车，我就说哦，你们很吵，不要那么大声。我只是这样头一转，再转过来，突然有一个影子哈、从旁边咻过去。啊！我就吓到，我就尖叫说：“哎呀！”妈妈最大声啊！真的，真的最大声，因为你看到一个影子过去，你还不晓得那是什么，你就先尖叫。我老公啊！然后小朋友就说：“怎么了？”然后就撞上去，然后就发生车祸，撞到一台摩托车。哦，啊，有要紧无哈？幸好对方是擦伤，可是我们都受到不小的惊吓。对对。然后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啊。拿手机，手都在抖，然后旁边的人就说：“你有没有报警？”我说：“有，我正在报。”然后就看到那个伤者就躺在那边，然后有一个阿姨就抱着他，我说：“阿姨，你不要再动他了，因为不晓得骨头有没有受伤。他很烫，这个地板很烫，因为原住民妈妈，我的宝贝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那是他小孩啊？不是。我以为是他的妈妈，就他说我只是路人，我刚刚看到他受伤了，所以我来帮忙。我说可是阿姨，对，很好心。我说可是阿姨，你不要动他，可是地板很烫。我说阿姨，你等我，我就赶快去车上拿，因为我们常露营，所以会有地垫。报警！别动，污染物报警，赶快帮他铺一口卡，不要让他烫伤，二度烫伤，然后就开始处理。后续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一阵子处理完之后，然后才看到说啊，自己的车子又伤到。这你不是租的吼，你是家己的车。我打的车。哦，因为自己不小心啦。有弄个派系。没，结果第二次。啊啊！第二次，你看第一次我不小心把他的眼睛有点弄受伤，雾灯有点弄受伤。然后我的家人就说你要去拜拜，我讲好，我怎样我怎样。然后我就隔三天就去一个很大的庙拜拜，拜好出来我就跟阿爸讲说，阿爸，我刚刚已经拜好拜了，我等一下要去下一个景点玩，我才刚挂完电话，我要左转哦，我蹦一下靠腰，然后小朋友就说妈妈怎么了，我说怎么又撞到，然后旁边我就下车，啊，旁边的人就出来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我还回到在台东啊，在台东啊，因为台东也有一些是，也不是全部都原住民。啊，我安那不？我说无啦，人无代志，我的车有代志尔。然后结果一看到哦，我那时候我其实我自己在笑。我之前是把他的眼睛弄受伤，结果三天后我把你眼睛真的弄瞎了。然后我就一直，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笑，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发生那么乌龙的事情？”因为我是撞到这一个，我撞到这一个，很乌龙。他就那么大，就在前面，我没有看到，很低。啊，因为我又矮。其实我是干嘛？一时想讲胡思太用，不过弄看嘛呀，你在上面两块用力。结果我的业代还问我偷，还跟我讲说：“婷婷老师，我偷偷问你哦。”你是不是故意撞的？我说要求我干嘛故意撞？我掐定五零啊，我怎么会故意撞？他说因为你第一次哦是撞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结果第二次，你也是撞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是不是因为那个保险问题要出险？对，我说哦，你妈妈在讲要求我根本不会想到那个，妈妈只要小孩子安全就好了，谁会想到那个？这应该算诈领吧。真的很刚好，我怎么知道说转弯就刚好撞到这一个？好，你不是讲去拜拜，你还出来不出来就失踪了呀？黑妹，都是金彪，你嘛叫他讲。结果我小孩还
老大还跟小孩跟最小的讲说，一定是你刚刚拜拜没有很虔诚，因为你刚刚踩神明的地板，所以我们再去拜一次。小朋友真的很虔诚，我们跟他叮当完呢，双手合十，连那老四哦，三岁那个也很虔诚哦，然后一直拜拜拜拜拜好，我们才出来，警察局又打来说。邱小姐，对不起哦，你那个车号我 key 错了，可不可以再回来一次？然后我又开始在偷笑。哦、在今天二进二出大庙跟警察局，对，真的把警察局当成一个景点在观光了。因为我去那个警察局啊，警察还给他吃东西，给小朋友吃东西，因为我在做笔录。对，然后小朋友就说：“哎呦。”怎么那么多小孩子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你们都跟叔叔来。然后叔叔就很帅的叔叔，就请他们吃饼干啊、糖果啊、喝水。啊，旁边又有池那个水池，警察局哦，在关山。那边的警察都很和善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就看到这一边又不走了，然后就一个警察伯伯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刚好这边有鱼饲料，他们就在喂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笑说，哎呦。啊，妈妈撞车，你们把这边当成一个景点来玩呢，不错哦。然后他们就玩得很开心。